Thank you.
老爸给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。我要给恁的，不是真像世间一切给人的款，因为是无伫背包，也无伫行行。上帝是平安的源头，我可以人无够悲伤，烦恼要去享受满足的喜乐。请你着跟别个人讲，上帝要赏赐你平安喜乐。
台湾发生两件意外灾难：复兴航空的空难，高雄的气爆，造成真侪死亡。有助人民医治受伤的，也安慰这个死亡的家属。愿主守护这个土地。